是因为安尼。
啊，而且像咱着出门个拢危险。有当做咱这一挂灾情、水灾啊，你看今年印度个水灾真恐怖吼。因安，所以咱了解着讲，即个情况，世界状况只有透过呢大众的力量，你看点点七月十号，叫做僧团出家人的自知，什么叫做自知？自知就是，咱家己知咱对了，做了不好，咱会忏悔；咱知咱对了，做了有较圆满，咱会继续的保持。叫自知，自己知道你哪些烦恼还没有断，所以你就可以看受供养了。啊，灾就爱去做。不是我知啊，但是我如果甘愿做袂到，不行的。知道哪里不满、不圆满，就要从不圆满的地方去下手。所以叫佛自知力。那么第二个，因为自知呢，有很多的比丘，因为讲的 BQ 呢，特贵的永功精进班都得到了解脱，就用大众理论来回向我的妈妈的供养。我佛跟人尊教加清楚。那这段呢，除非跟咱大众讲的就是，我跟人尊教是一个大阿罗汉呢，看到妈妈在地下受苦，他束手无策，束手无策。那是为什么？他是说他家己的境界，各方面能力都要不足，我们拿什么去度众生？就连自己的有亲惯习都落地对都唔知呢。当然，咱袂当等到伊讲，伊去轮回受苦的时阵，才想要来家救，毋是？咱这就是好加在咱这有清净的佛法，有听经佛法，有清净的佛法，有咧上经，有咧拜忏。透过着咱这有咧上经，有咧拜忏，咱这只是从世尊过去甲咱讲话，我们再一次的怎样，跟我们的六千眷属，跟我们的劫富，我们怎样再说一次。叫做上经，上经回向哦，地方应该当啦。透过着这个上经里头，地狱也开，阿弥陀佛就是这个空。所以地藏菩萨的这个坏劫甲空劫，这段时间是时间上久。那坏劫的时候呢，众生最颠倒。你看，开始呢，咱的不足，开始一个，这个很多的破洞啊。这当然不会只是一个地域性的，它会成为一个全球性的。甚至说讲坏劫不是单单这地球的坏劫，这个坏劫是什么？整个三千大千世界，三千大千世不是只有一个地球哈？那那个是九大行星哈？啊，那这些科学家讲的九大行星，现在甚至有太空世界哈？我谈的这些三千大千世界。是整个的大银河系啊，以现在的科学的用词，就是一个大银河系。不欢喜的是讲，对吗？所以面对着坏劫的时阵呢，让咱最安稳的，能够让我们得到最安稳的，就是我们的正戒、正念具足。那肯定。那特贵的就修，另外的讲就修多劫、空劫、多劫。咱第一爱心的是，咱内心的众生要偌济，咱来时刻去观察、去观照是，咱内心的众生要偌济，咱要对偌济人不满，咱要对偌济人未谅解，咱内心要偌济贪嗔痴，从这个当下开始去解套。世间唯有你当完全的人，就等于上海贵人，我就从内心里面去放下他，去原谅他。曾经咱曾经做过伤害贵人的人，我们曾经伤害过人家，我们从内心里面呢，很自责的忏悔，而后呢，以后呢，不应该再用同款的方法。甚至呢，不应该呢，
有做出人的伤害众生的念头，你叫做忏悔。迄个是咧度咱的众生，你就未甲众生结拜的，你就未甲众生结恶缘。你个心自然会怎么变？你讲我应该安尼做，不是？就地藏菩萨要教咱度众生，要让鬼心的众生成功。真的有偌济，无法度去了解人的事，世间有什么不能谅解？我们的心胸要如山高不见底嘛，如海深不见底呀、那才叫做慈悲，叫做四无量心。所以说众生多见，我的心心懂了，你心的众生。我过去看了上，我不多了解。我现在因为上过地藏经，因为了解地藏法门，所以地藏法门就是为你心。接受去原谅，甚至呢，上重要是让我们懂得忏悔自己的罪业。所以，咱为什么众生无明的众生，不偷看，这一般人家就唔知啊，经常知影，原来拢是错毛病。所以，咱经常看到这个一个囡仔，伫这生肥样的动作，咱用什么种的心意，用什么种的语言，用什么种的行为去甲纠正。所以方法有足多种，所以佛门有百万四千法门，会让众生离开迄个法门，就是好的法门。所以百万四千法门上重要、上太重要，就是慈悲入门。所以学佛有三个入门：慈悲入门、信仰入门、智慧入门。这三门，这三门啊，那用对这门进入。我们过去，你看看到一个老师，那那边看你在那下分，用尽苦心，哎呦，少年的下分，还好是你的代志啊，你家己要出家啊，你家己要吃菜啊，你的代志啊，你叫我下分，我真无用，事业拼啊拼下，我有时间跟你下分，你内心内底呢，作侪作侪，家己的想法，我头一看，这张过去你的用心。你过去的用心成功，你现在都怕变个卡债，什么都带不走，只有留下的是业感，就反光带不去，为一无结束时。在成功过去，他们的苦和磨心都是有原因的，都是有原因的。所以啊，借着这个机会，你啊。真正来体会，咱这内心的众生来对，还有多少的怨，多少的亲，有没有平等？一天一天检查，咱就一天一天稳定，一天一天幸福。这个就进入，因为在这个办法，在这个坏劫的时间，坏劫又成了末法时期。要碰到善知识不容易，你多点好人应该无困难，好人爱济，但是神地上比别人济，所以咱的想法、看法、做法，不是停留在这个世间内。所以咱总想清楚，不跟人尊者，不跟人尊者，有能力啊，伊阿罗汉。头一件代志是要做啥？要度人啊！但是无形为力啊，嘛是得爱做大众的物。所以咱有机会伫这个大众当中，看他来用功办的，看他来行，一定要珍惜。就是这个道理。不是我家己在用功，我伫我兜用功，我伫我的房间用功，我伫我兜客厅、饭厅用功。你一个人再怎么用功，你最大的能耐，有办法跟人尊驾感化，一点重量不提了，你度得了你的亲人吗？你还得回到僧团里面，靠大众的力量，不得地藏菩萨的用心。地藏菩萨要向菩萨得，又讲我离开众生了，又教咱离开众生了，所以奉行不是叫咱卖惨。
奉行是咱对咱内心内底会亲会远奉行。我过去王上海，迄个人我看咧，我就安尼奉火冒三丈。即你看到有法度参，你看到不做安尼。什么叫做真正观念？你看到他如看到佛一样恭敬，那你就是真正的原谅他。那么你看到了你曾经被你伤害过，因为过去的地位不高，甚至语言，甚至行为去伤害着人。当咱去看到伊的时阵，咱就知影啦，伊的心当中会懂得要去放下。这是有用的。你讲安那过去啊，因为我无捌代志去讲伤害，你那就先放下先，就像我们看到了佛一样，你佛前忏悔、佛咒啊、佛山啊，那你看到的无明，所以者还尊重一下。所以你看咱都在咧想八十八佛，若自作叫他做，见作随喜，我今当忏悔。更重视那个主者，他告他的，更重视看别人怎么咧随意，我别办好，你啊大家好，我上欢喜，好你啊，你啊，你啊，你啊没了，我心内就欢喜，你就见作随喜，该感恩嘛。虽然是你亲手做，不是你亲身做，但是你见作随喜一样的罪过，我今当忏悔。所以佛法是这么样的深。有时候你在诵经的时候，你不在诵经的时候，你是否依然正念具足？这叫什么呀？这叫什么？那今天有点多做学习的时间，这个课本里面的，我就摘念了一部分，现在看这一段话，作为鼓励。你比如说大家今天呢，很高兴的第一次跟各位参加延伸普陀，原来这么难搞。所以这个就会感很感动，很高兴，但是很如法。你比咱基础团体哦，可以诵经诵到这么如法，可以用原生普陀，来对诸佛菩萨，来这个庆赞啊，庆赞这个功德，来当你的老师，会去告德无忧哦。当然不行，我那时候清净过一个基础团体啊，你必然是安尼子。当然嘛，未当讲不如法啦。只是讲产生这样环境，可以你迄个用心，我相信老师过去啊，咱平富老师过来过去，迄个用心就是希望我大众。你这个团体当中难免有一挂咱过去无了解，能够透过诵经拜佛，放下心，拿起智慧是最重要的。所以你多接人还好嘛，非常的困难。尤其今年坏掉嘛，什么叫坏掉？众生被含混嘛，痛苦。还是今年这个佛堂的众生嘛，甚至你学多歹的歹，有够歹的歹，真歹的。你说众生多不多？人多不多？人很多。为什么不学佛？坏掉。什么叫坏掉？众生的心还是在怕呀。坏掉，除了咱看到这个世间环境的变化，像讲众生的心啊，开始在变歹。我前捌看过讲，囡仔会杀老大，会杀大人，甚至会杀妈妈哦。咱看这个《观无量寿经》内底啊，阿舍世哦，佫较歹，要杀家己的妈妈，嘛要用杂技哦。你真个社会，杀老母，敢那？不管是着听看到这个新闻报道，报道你囡仔咧杀老母的，较早人佫较歹。我是台老路的，现在什么叫坏疾？这个心它已经变坏，变成对贪嗔痴一直这样子掉了。所以坏疾啊，学佛的人越来越少。所以我们身为佛弟子啊，我们有责任。你这个人输啊，你做给人个代志啊，你好嘛？你说嘛？我们马来西亚基础马是。马西龙，赶快来鉴定啊！我们居士什么样的责任？把好的佛法从我们身上开始改变。我们心想：我都学好了，但是你学好十年、二十年，赶快出家判，赶快行为这粗鲁，人家当然不欢喜。哎，你那信仰开始改变，改变的，
咱的言语柔弱，柔嫩，呼吸柔软去，其他咱做代志拢是第一个代志，去动手，什么叫做动手？大家咱也平等。为咱心上开始改变，咱的良心贯彻，咱的情感可以能够连悯，有因为看到我们都起欢喜心，这就是学的。众生多智，同情多德，回到地方，谁不行？祝福各位法喜充满，我们走。